卓溪乡三地义勇警察队由队长金淑敏带队一行39人，日前特别来到吉安乡旅游消费，并且拜访了乡长游淑珍，为乡公所团队来脚打气。游淑珍除了感谢山景志工们用实际行动力来力挺吉安乡的经济，也特别赠送多功能背包，让志工们在出勤的时候呢有更实用的配备。卓溪乡山地义勇警察队由队长金淑敏带队一行39人，日前专程来到吉安乡旅游，并且拜访了乡长游淑珍，为公所团队交打气。那我们山景弟兄呢，是我们整个卓溪乡的山景大概有55位，我们特别来到我们吉安乡0403赈灾以后，我们大北区这里整个还有我们南区经济的萧条，那我们县政府这里呢有挹注了每一个人5000多块名利，这个5000多块也就是我们当时游淑珍乡长当议员的时候提出来的，所以才会有挹注这么多的一些经费，然后也让我们的乡亲呢这一年多来呢大家都辛苦了，然后特别来到这里来消费。游淑珍除了感谢山景志工们用实际行动力挺吉安的经济，也特别赠送了多功能背包，让志工们在出勤时可以有更实用的配备。欢迎来自于卓溪由金淑敏议员带队的勇气十足、热力十足、脚力十足的山景来到吉安乡，我们相信协勤民力的氛围跟服务无分你我之外，更有专精，所以在山林的巡守以及很多山林需要的防护都仰赖这群山景，我们相信带来满是关怀与爱之外，也谢谢金淑敏议员、吴建志议员到位到我们吉安乡，也来看看他们挹注的议员的执行力，让我们的环境、让我们服务的铺陈更加的到位。我们相信全县的13乡镇无分你我，大家一起守护乡亲。游淑珍特别感谢县议员金淑敏和吴建志常年关怀吉安乡，他也期盼13乡镇市族群融合，不分跨区域，携手守护乡亲，共创未来。记者吕慧吉安乡报道。